各位大家好，好哇，星期三又到了啊、哦！哎，上次我们画什么啊？画石头，石头，海边的石头，哈、哦，海边的石头啦。啊，咱今天哩吼，哦，天气足好个吼，啊，贵宾主吼，咱要带咱家的老大姐吼，要来爬山。啊，你有想要爬山无？有啦吼，嘿，好。啊，咱即摆吼，大家吼，先看咱即个贵宾主吼，来看安怎画，吼、哦。啊，恁先家记下，啊，我会用足简单、足简单的方式甲恁教。啊，恁着一步一步学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来吼，来，我先讲这张纸，咱这张纸吼，这叫做中诶，这边叫做倒边，这边叫做正边。啊，这张纸安尼，这叫做中诶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知影吼，好。啊，咱即马画的时阵吼，咱先画线条。啊，迄个山吼，哦，迄山脉吼，像迄个中央山脉也是玉山吼，吼，迄毋知要怎画对无？敢若足困难的对无？来，咱用简单的，啊，我一步一步用线条甲恁教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好，好，啊，恁目睭吼，照我吼，爱看我安怎画啊吼。好，来，咱遮位倒边吼，好，来，位遮吼，互绕起来，用落啊。这先卖管你哈，伊先做安怎，咱等一下哈。我用线条先了，来上去，下来，右下，这叫做右边，哈，上去，下边下来，上下边下来，哦，这边搁上去，哎，搁下来，搁下来，对吧？来上去，哎，搁下来，哦，安尼是不是直直爬起来？有看到直直爬起来无？有哈，好，咱搁爬哦。咱过爬到中才来换吼，来，搁爬起来，搁爬起来。啊吼，你有注意看无？我这山吼，一块一块吼，有大细地哦，有看到无？吼、嗯哦，这较大地，这较大地，这较细地，有看到无？嘿，咱了啊变化一下吼，好，这个搁较细地了啊吼，嘿，这边搁爬起来吼，哎，哦，这种线条呀，线条吼，位爬起来，啊了位正边落啊，好。即马咱已经到中央，吼、哦，到中央吼，敢若火车你知影吼？火车旁边，啊了爱洗头，爱了解无？吼、哦，啊咱即爱来洗头啊吼、哦，来，同款吼，爬起来，啊位倒一边倒啊，倒手边倒啊，吼哦哦，即马已经倒啊吼，啊位倒手边倒啊吼，对吼，来，过来，爬起来，倒手边倒啊，哦，这边，诶，敢若无啥感觉，无要紧，咱就是要做变化啊吼。哦欸、要做变化哈，过来哈，来，搁爬起来，哎、欸，搁落啊，吼，来，搁爬起来，搁落啊，吼，搁起爬起来，哎，哦，这有一粒多好大石头哈，吼，大山石了伫遮哈，好，搁爬起来，搁落啊，哦，来，搁起来，哎、欸，落啊，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安尼有形哦，有形，咱迄个山脉对无？嘿，这叫做线条，哈。线条当然吼，咱伫国画内底吼，伊个方法叫做皴，吼，啊，你着不管遮啦，我讲皴擦渲染，你嘛听无啦吼，无要紧，吼，你着对我即马教恁简单的方式，啊，恁着学着好啊，这叫做线条，吼，就是咱线吼，安尼一轮一轮一轮的线条，安尼了解无？吼，啊，再来吼，咱即马线条，这是毋是一块一块好啊，对无？了吼，内底吼，油油油的线条吼，咱再搁家画落啊，安尼会晓无？安尼知无？好，这边我同款哦，吼，这边我同款哦，伊油油的吼，同我搁家画落啊。好，这边嘛是同款吼，油油的搁画落啊。好，安尼看起来就较侪啊，较侪线条，有看到无？嗯。嘿，这吼，咱拢会使搁吼，油油的迄线条吼，搁家分一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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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伫倒啊吼，嘿，安尼看起来吼。伊就较，互你感觉讲，真正是迄个一座山哦，吼、哦，一座山伫遐哦，吼，嘿，啊，我知影吼，恁毋捌，恁遮大家都毋捌画过嘛，吼、哦，算第一届吼、哦，嘿，啊，你照我用安尼方式来画吼、哦，你就会晓，啊，像这么这么安尼画过对无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边吼，会使搁来加一块啊，嘛无要紧啊，吼，互伊较有变化一下吼，较有变化一下安尼，吼、哦，好，第二步，这个第一步线条。第二步要用啥？第二步就是要用切的。你啊，这支吼，你个当作细支扫帚，会晓扫涂骹无？
哎啦，大家有影扫着无？用这支吼，来啊，咱倒安尼吼，这个八肚面吼，咱扫是毋是规支落去扫着无？嘿，同款咯吼，咱这着我同款安尼吼落去扫。有看到肉面肉面无？嘿，咱着家扫扫吼，把迄石哦山石吼，伊个纹路吼，家擦出来。你看哈，哦，一块一块都感觉迄个石啊，吼、哦，石的感觉哈、哦，有看到照这线条，照这线条边哈，安尼落擦，吼、哦，啊落擦，吼、哦，这边嘛是搁落擦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好、哦，这块甲这块有无同无？有哦，这叫做擦。我拄好讲春擦轩然，对无？春就是咱线条，啊，恁会记咧线条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无迄四字吼，足歹记个啦，我知影啦。咱用简单字，啊，用吼做咱生活中吼所想会到的来记吼、哦，这叫做线条。啊，过来嘞，这叫做叉，吼、哦，叉就是吼，迄、哦那个边吼哒哒啦，吼、哦，边哒哒啊，落叉。啊，过来，即马即个叉好了吼、哦，咱搁继续哦，吼、哦，拢伫这线条遮吼，哦，落去改叉吼。啊，这边嘛，该是擦吼，来，搁继续擦。啊，唔是全部擦哦，爱留一撮白，爱听无？吼、哦，咱是要把迄个石头，吼、哦，伊迄、那个，哦，伊迄个质感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伊个质感吼、啊，伊个感觉着对吼，啊，该擦出来，吼、哦，石头个肉面，肉面吼，啊，伊个特色该擦出来，啊，咱就会较水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好、哦、你话，吼、哦，弟弟来，啊，搁来这边着搁擦过来，一条一条。吼、哦，袂使总擦哦，吼、哦，爱留一撮白，吼、哦，爱留一撮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，安搁来擦落来，搁擦落，哦，安着咧水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擦，吼、哦，安尼擦，吼、哦，过来，啊，这边我搁来擦过来，你看我这个鼻已经打打对无，吼、哦，照常拢还搁会使擦啊，吼、哦，诶，这边搁继续，诶，你会感觉我真稀奇哦，啊，拄仔都干画散掉尔，啊，即摆擦起来吼，敢若无啥共哦，无唔对哈，啊，这就是咧画石头的。方法啦，吼、哦，嘿嘿，啊，这个方法要来画好，到这下底，吼、哦，下底因为吼、哦，有时阵会有一挂树啊，啊，咱就家抓落啊，吼，抓落，抓落，吼，哦，抓落，抓落，好，安尼，吼，好，安尼，吼，安尼先这个一个山，哇，山，山呐，安尼爬爬爬爬爬爬起来，啊，搁石头石头，好、哦，过来。咱今仔日吼，虽然这个石头也画啊，啊你敢安尼单单就感觉较无遐趣味啦吼。来用生墨吼，用生墨知影无？吼，深的，你注意看啊吼，字要写无？一二三四的一 A， 啊字，按字拢该写落去，啊有看无？看，吼，就连续伫个画啊吼，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安尼，变成眼数哦哈。好，你即马看到我这是深的，啊，我嘛会使搁个用较浅的啊哈。哦，无一定拢全部拢是深的啊哈。好，来，咱搁个点点的点点的哈，安尼，来，搁继续。嘿，安尼哈，安尼伊个细长球啊哈，就会走出来哈。哎，安尼啊哈，来，注意看，有啊，有看到无？嗯，伊就是哈。迄山吼，迄面顶迄吼，迄有石，有迄树啊，较大丛诶，啊，你着有看到。好，其他诶所在同款会使哦，吼，你看咱遮拢甲点一下吼，点一下，点一下吼。好，点好了吼，大细丛，吼，咱用看诶吼，搁甲点起，点起吼，伊着会走出来。好，即嘛同款哦。嘿，咱即嘛吼，就是山画好了吼，搁用即个细点诶。细长的感觉，这叫做远树。咱来咧讲的时候叫做远树啦，吼，远远的树啊啦，吼，远远的树啊，啊，就是咱一枝一枝拢先来画落，哇，一枝一枝来采采，哈，采采了吼，即用画的，画的哈，哎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吼，伊就变作树啊哦，吼，伊就变作树啊哦，吼，啊，伊的迄个做啥感觉就佫无同款吼，伊个感觉就佫无同吼，嘿。咱就是深浅，有诶较深，啊有诶较浅，拢会使做哦，拢会使做吼。啊，咱再个来做做做做吼。安尼看起来吼，诶、欸，这个山头
就会看到好像长树的哦，那个树哈、哦，整个的树哈、哦，你看安尼结结结的歪了哈，也歪了歪了歪了哈，啊，伊就出来哦。好，啊，咱再个用环，环给配一个配一个哈，啊，就配起来，安尼整个树啊哈，伊就伫遮哦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安尼就变树啊出来，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哦，安尼就看起来真水。如果咱今仔这张，若讲拄啊画煞，哈、哦，画煞，咱这着爱去整理哦，哈，来，咱这下底哈，咪使做树啊，哦，啊，较大丛的，哦，较大丛哈、哦，你看哈，安、哦、尼，好，安、哦、尼，这较细丛，对吧？啊，这较大丛，赶快用花呀，哈、哦，花。来，背起来，好，背起来，背起来，哈，安尼，哦，安尼哈，哦，安一张一张哈，我搁家己出来，一张一张，这个足简单啊哈，这种弯球，弯球哈，就真简单画啊哈，就真简单画啊哈，啊，但是你爱会晓画，哈，老师直接教，啊，你就会晓，哈，你就会晓，啊，大细丛，好。咱即摆本来这是用淡墨对无？哈、哦，用淡墨来画，过来哈，咱着重点式的再去把它抓出来，安、啊、了解无？哦，搁重点式给抓出来，搁重复就对啊啦。哦，拄啊遐线条遐，搁小我给重复一下哈。全靠乌安尼。毋是全部哈、哦，就是有需要的所在，咱搁家抓一下哈。哦嘿，安尼了解吼，了解，啊，伊就搁变较无同吼，会较明显就对啦，吼，较明显，吼，较明显咯，啊，安尼，啊，伊就了了了了吼，安尼，你看，啊，这边，吼，吼，啊，这个走起来吼，走起来，咱就搁来了解，无要紧，吼，等伊然后咱笔啦吼，会拄走出去吼，无差吼。咱就搁家抓好就好啊，吼，嘿，即安尼搁抓一下吼。好，好，这边同款啊，吼，这边我同款，这边我同款吼，毋是用上深的啊，大概用中墨吼，用中墨来量就好啊，吼，嘿，来，即中墨吼，咱这样爱家抓落吼，好，抓落。好，这边再抓落一下。好，这边嘛，再滚过来哈。好，这边嘛是哈。但是咱爱照这线条行吼，爱照这线条行吼，毋是青菜配的了嘿。哦，毋是青菜配的哦。好，遮因为吼，伊较深落啊吼，所以呢，我家己也较暗一丝吼，吼，这叫做渲，吼，我拄好讲吼，春插渲染，吼，就是迄个步骤叫做方法，就是叫做渲吼。好，安尼咱即嘛吼，即、這个就走出来吼，即、這个就走出来。哦，好，即、這个因为吼，伊面顶起来遮，拄好是用淡墨，啊，咱遮用吼。比较深的吼，来稍微抓一下吼。好，安尼，安尼，咱就一个有哦，遮是敢若一个山谷，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山谷一般来讲吼，咱会去画画啥，知影无？迄、那个雾气吼，哈、哦，雾啊，雾吼，云，云海，捌看过山中的迄个做啥？云海，哈、哦。
吼，你看我即摆形容淡墨吼，爱这就是会使做吼，做迄一寡敢若吼，迄银海同款吼。好，这样吼，就当做一个迄个做啥，有迄个云啊，吼、哦，云海内底吼，啊，就为遮安尼，安西过西过吼。好、哦，有啊，这间一个云海对吧？吼，同款吼，咱这边吼，嘛是同款咯。这就是吼，迄敢那云吼，啊，一直伫遮。人家说归云，归云吼，一般云吼，一般拢会下吼，归云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就会使来用安尼来画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，假使你即个云海无画，无要紧哦，无要紧。啊，无你画起来到时吼，我佫讲啊，老师啊，迄真正画起来敢会奈遮歹看吼？即拢用淡墨吼，即拢用淡墨。啊，即东西爱佫慢慢佫修改。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吼初级的啦，吼、哦、初级的先教恁讲，啊，这山轮安怎爬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安怎转向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一个就是咱爱画线条，第二呢，爱甲切，知影无？爱甲切切的，切迄石头，迄个味道出来。第三，宣就是甲捏，吼、哦，甲捏吼，迄个较深色啦，啊，较浅色，安尼，安知影无？啊，过来的时阵就是咱捏迄个吼。迄、那个颜色啦，吼、哦，染就是你迄个颜色。啊，咱今仔用乌白来表达就使啊，安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怪咪做伫遮吼，表演煞，啊，等下换恁咯吼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